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野美乐器二胡课堂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九首练习曲。大家先看到这是一个哆嗦弦的练习曲，然后呢它是一个4/4拍，以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四拍，它的速度是60到120。我们先用60来练习这首练习曲。大家把节拍器打开，我们先看到这个指法，哆，内弦的空弦，嗦，外弦的空弦，来，内弦的一指，嗦，外弦的空弦，内弦的二指，嗦，外弦的空弦，发，内弦的三指，外弦的空弦。这是一个连续的换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换弦的时候不能有杂音。大家看到下一行，这一个小节呢，第一个音内弦的四指，外弦的空弦，外弦的一指，外弦的空弦，西，外弦的二指，嗦，外弦的空弦，哆，外弦的三指，外弦的空弦。看到下一个小节，我们看到下一行，小节 ，re 外弦的四指 ，re 内弦的一指。看到下一个小节，内弦的四指，外弦的空弦，大家看到这一个小节，哆，内弦的空弦，拉，外弦的一指，一指，外弦的二指，内弦的二指，外弦的三指，内弦的三指，外弦的四指。大家看到最后一个小节的这个哆，哆一共有3拍，第4拍是一个休止，所以我们拉3拍。接下来我们完整的把这个练习曲来一遍。